今天真的很开心能够在摇滚台中跟大家见面，谢谢大家，我是赵荣。2018年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年，我们很开心能够获得金鹰奖，很开心能够带你们站上 Legacy Max 的舞台。那很多人都在问，那你们什么时候要来台中演？啊，那个我们还没做专辑哈，等一下，我们已经在努力，很努力的要帮我们告五人手上第一张正式专辑做出来。然后带让这些歌拥有真正的位置，然后让他们能够在你们心中常驻，不管我们会不会陪你们到20年。啊，放假的时候记得要去那个 KTV 点那个披星戴月的想你 KTV。唱 KTV 还把门开的唱，我还就是打开了，我会披星戴月的想，就怕别人认不出来。然后我还要就是偷听别人有没有唱披星戴月这首歌，这是哪里？这首歌送给你们，谢谢告五人的歌迷，披星戴月的想你，谢谢。我把一边的耳机拿掉了，意思就是我要听到你们的声音。突如其来的美梦，是你离去时卷起的泡沫，提着石头默默地走，公车匆匆擦身而过，突如其来的念头，幻想化成流星的你我，明亮的眼，漆黑的宇宙，共同来自夜空，唱。我会远方，你是前方身后的距离。像森林般围绕着你我，消极的笑着痛快的哭，生命真的很难形容，顺其自然的味道，你要喝咖啡还是泡茶，下班后你快乐的像那，我是真的不想回答，我会披星戴月的想你，我会默默无声的前进，远方越过越来越心虚，
的距离，我会披星戴月的想你，我会默默无声的前进，远方烟火越来越唏嘘，你是肩膀身后的距离。今天是我们2018最后一场演出，不管你是第一次还是看很多遍的朋友，谢谢你们。在这边说一句，祝大家新年快乐。下次为你们副歌，可以吗？